今天呢，要跟大家来讲讲话的，就是最近莫学看到很多，也听到很多，不但是我们澳大利亚，也是很多一些国家，一些同修，在这个学习佛法当中啊，常常遇到一些境缘啊，有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些境缘呢，不但不退步，不但就是不退步，不迷惑，而且在这个境缘当中能够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啊，这个就是要跟大家来先讲一讲这些的问题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在这个生活当中，生在这个环境当中啊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种种的障缘，让我们有时候活得很辛苦，让我们活得好像很多事情不能称心如意的。有时候很多让我们，我为什么学佛有这么多的障碍，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都不能一帆风顺，是不是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像最近有一位居士开店了，这个建立一个公司，一生都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去操作，将近了做了30年，对佛教也常说有贡献，甚至有时候出钱出力做一些，甚至有时候把自己的生命百分都是投入在这个宗教当中，甚至于做一些慈善的事业啊。为什么呢？一眨眼整个公司就没有了，一火一烧起来全部都没有了。师父，我为什么呢？我明明每天都在锻炼，我明天在诵经念佛啊，师父，那我在这个生活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考验，让我在这一生当中好像对三宝没什么信心。所以今天呢，很多事情呢，我要先给大家来讲一讲，说一说。所以这一个星期的三十系列呢，我就把它改成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讲。因为这几天呢，说实在的，喉咙有点非常痛，这个再加上整个头部一半呢，都很痛。所以这两天呢，也都睡不好，那个痛到很难。那这个呢，也不代表说它是我们的障碍，所以呢，这个三十系列呢，我就跟大家这改成呢，下个星期再给大家说明。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呢，我们的人的个性啊有很多种。有些人个性很固执的，很顽固的，你怎么跟他讲，你怎么劝他，他都不会听的。有一些人呢，他生在这个环境里面非常的自傲，供高我们，目中无人，从来不看不起别人的，自以为是的，你怎么样跟他交流？
他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的。像这一类的人也很多。而有一些人呢，正在这个环境啊，很欢喜，很随喜的，换句话说，很随缘。你怎么对待他，他也不会跟你计较。啊，你请他做布施来供养，啊，他也欢欢喜喜来供养，从来不搞名闻利养，也从来也不是为自己，都是想想把自己能够做的我来供养，出钱出力，欢欢喜喜的我为一切众生来做事。也有这样的人啊，能够包容，看到一切人无论人家来批评回谤侮辱伤害，甚至来讲他的一些去破坏，他从来都不计较，都是能够来包容，从来不看别人的过失，从来不记别人的过失，都是用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一切事，看待一切人。像这一类人也是很多啊，师父也看过了很多这一类的人。像这一类的人生活都非常的自在，生活都非常的快乐。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呢？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？今天我们学佛念佛，如果连一点点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包容的话，你连一点点的事情我们都喜欢跟人家计较，连一点点的过失你就把别人的过失常常记在你的心上，记在你的身上里面，那我们今天念佛会不会有成就吗？不会有成就的。说实在的，不但没有成就，对你的眼前的生活你也不会有一个很乐观欢喜快乐的生活，健康的生活不会有的。你天天会为了这个事情起烦恼，为了这个事情去痛苦种种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佛，学佛就是什么？学佛就是生活。什么生活呢？就是把自己的烦恼习气能够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化除，增加自己的福报。用什么增加的福报？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慈悲，这样我们学佛才不会走迷信之路，这样学佛我们才能够真正走正觉之路。这样的学佛到最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成就。这个成就是什么？将来你离开这个世间，你会自由自在的，没有障碍，没有敌人，没有冤亲债主，就算有了，在你的眼前都是什么？都是顺缘的。因为你能够把这些顺境也好，逆境也罢，都是变成你自己的功德，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业障，功德才能够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福德是没办法的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消业障只有功德，你没有靠功德是不可能的，福德是不可能的。什么叫做功德？功就是功夫，德什么叫做德呢？你能够有能力把恶转为善，把你的污染的心转为你的清净心，在一切境界当中，你能够把这个境界当作你的一种功德来看待，那你今天的功德那修得太大了。就算你没有在那边念经，就算你没有在那边念佛，就算你天天在那边念佛，就算你在那边天天诵经，就算你在那边天天拜忏，你的业障也消不了。为什么？你的功德做不到。你能够把这个功德做得到了，就算你没有在那边坐在那边天天念阿弥陀佛拜忏啊拜佛啊诵经啊，你的业障自然然就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真修行啊，你不是在落实在表面上，哦，我好像在修行，不是，你真实在这个功夫上你在用功，
这样念佛你才是真正的得力了，不然的话呢，那我们念佛就不能得力了。啊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师父啊，我为什么在这个修行当中常常遇到一些境缘，让我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。你看哦，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一帆风顺呢？有没有？没有哎。你以为阿弥陀佛每一件事情都是称心如意的？没有哎。你去看无量寿经你就明白了。你看阿弥陀佛怎么修行的，他很多事情有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印度成佛之前，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之前，他曾经做过一位修行者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忍辱仙人。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忍辱仙人跟歌利王的这段故事。你看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种经验，那种割肉的痛苦吗？有没有？割肉啊？有没有经过？不要说你们，师父也没有曾经啊这种的经验，谁敢去承受这种的痛苦呢？不要说割肉啊，那个我们的手指啊被切了一点点了，你就感觉很痛，不要说怎么样的，说我们的头痛、牙齿痛，有时候受不了。你看释迦牟尼佛，你看，当他做一个忍辱仙人，你看他的肉一块一块把人家割下来，一块一块嘛割了，你想一想，全身一块一块的被割离王啊这样的虐待啊，这样的欺负，这样的伤害。割离王最后问这个忍辱仙人，他说，忍辱仙人啊，我这样对待你，你会忍辱吗？你还会厌恨我吗？你不要恨我吗？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来伤害你，莫名其妙来骂你一句话，讲你一句话，或者讲你的是非，做你一些让你不高兴的话，你会不会厌恨他？请举手。你会不会厌恨他？我很讨厌你，我厌恶你，你为什么这个样子？啊，我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